受融入变化多端的节奏，多变的创新思维挑战传统框架的突破。空军一个近年来不断以创新概念精进技术，发展独特性，为迈向国际、跻身世界一流的一队做准备。各位长官，各位嘉宾。Thank you.
长官苏伟斌，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。